这是我们家的那个特色服务。嗯。其实这块可以不擦。对，这块。我有手伤的地方先擦，哎，擦，反正擦吧，管它。我天哪！他摔了三次都摔这个。怎么摔成这样？应该不疼吧？这个。啊！疼吗？这个不疼，见谁啊？瞎了，哎 ，sorry。哇、哦，在那个疼，那个疼，那个你再往上把它再往上撩一下，我觉得好像有个大的。没看到。嗯。真不疼。哇天哪！它的面积好大。好手。哪有手的呢？嗯，这儿呢，这儿点点子，就这个地方是吧？还有吗？没有，太少了啦。这有点疼。哦哦哦哦！别装，装啊！装个鬼！就按膝盖，膝盖，膝盖。还有，吃的太好了。啊，对，还好。那这个也疼，这肯定疼，这肯定疼。啊！疼啊！我帮你吹吹。疼啊！外围擦一下就好，外围不疼。这肯定疼，这擦油皮的最疼。再也不滑。OK。好。